力背枕，哼！你看，下一个就是獒犬啦，一切都掌握在我的手中。她的姐妹去加成熟点，你这么傲犬，别自以为是到处狂吠。一言为定。要永远记住最初的梦。你看，下一个就是傲犬啦，一切都掌握在我的手中。王子，你刚好把自己的手粘在扫把上面了。我刚好把自己的手粘在扫把上面。所以我才问你，为什么把自己的手粘起来啊？白痴哦，无聊还有自己手爽。哎，干嘛问我？我又不是你的手，我也不知道你的手爽不爽。不帮忙就算了，你可不可以去找别人聊天啊？跟你讲话就有气。哎，王子把自己的手粘在扫把上面哦。你要这么大声吗？好吧，好吧，拜你。哎，阿全。我们只用强力胶把自己手粘在扫把上，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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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痛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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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好方便啊！真的。哎，来到老师。哎，王子，嗯，干嘛？你负责到办公室哦。做什么？哦，嗯，干嘛把自己的手粘起来啊？我干嘛把自己的手粘起来啊？对啊，我就是问你干嘛把自己的手给粘起来啊？哦，又一个威廉。你有香蕉水吗？香蕉，香蕉，哦，香蕉水哦。好，你等一下，我找给你哦。谁要的香蕉水啊？哦 ，Andy， 你很神哎！你怎么知道他要香蕉水啊？就你们班那个女生叫我拿来的啊。哪一个？鬼灵精怪那个。说什么没这么容易啊？你干嘛鬼跑啊？是要惹到你吗？没有，才不会跟他计较。既然是他的姐妹，就叫他成熟点，别再当个惹人嫌小鬼。好，交换条件，你这么傲犬，别自以为是到处狂吠。告诉你，姐妹们可不是这一套。一言为定。
常喝的。哎，其他的人呢？他们都跑去打工了。对不起哦，妹妹，今天你可能看不到我们练团了。是哦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不要沮丧啊。没想到实现梦想这么困难，不管我再怎么努力练习，还是得跟现实对抗。兄弟们不支持我，团员也都以打工为主，组团对他们来说应该只是一种消遣。哎呦，你不要这样讲啦，还有很多乐团的主唱都有在牛郎店走唱过啊，你有比他们更惨吗？没有， 我是没有比他们惨啊，不过听你这样一说我又更难过了，好像我的人生还要再更悲惨才有成功的可能哦。是哦，我以为这样讲会让你充满希望哎，因为梦想从现在才开始啊。你说有道理耶，我都还没开始失败，怎么就可以先沮丧呢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刚找店长请假，他很机车哎，要早点代班才准假。妈的，找死我！对啊，他叫我去载他啦，害我一起迟到。哦，他还以为你们不来了呢。哇，正妹哎，你女朋友？这女朋友怎么会不来嘞？过两天就要比赛嘞。这可能是我们人生中一个美好的回忆，一定要全力以赴才可以的啊！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。哎，去车跑哪去啊？我去车哦，他不是打工就是练团，他女朋友已经不高兴了啦，他去解决一下，等一下就过来了。好。小玉，这个礼拜六我会去看你们比赛，咪酷一定要加油 ！Yes。当然了，哎，你先继续练了。每一次练习，心中就充满了希望，这就是梦想最美好的地方吧。不论我们是否能到达耀眼的顶端，但最现实的还是眼前这五个兄弟。哎，小玉，你回来了！二哥怎么这么喜欢吃的菜哎？兄弟们超关心你的，这样子我暖，对不对？我暖。1 2 3 go， 是这样子，有兄弟好，有兄弟孩子像个宝，投入一百个怀抱。好了，谢谢你们关心我，但我还是要说，这礼拜六的选秀会，我们比库会去参加。哦哇！只要入选，我一定离开这个家去参加培训。就算被你们扒光，我还是要去。如果害你们拿不到100亿，那就对不起了。哎，小雨，你是好商量嘛？不要这样，不要，还是要去的。算了，吃饭吃饭。不然排一段这么酷的舞，哼。怎么会没事？留在老爸的画下。老爸，老爸流血啊！爹地，爹地死了，他变成鬼来找我了。老爸如果挂了，那我的100亿就飞了。要永远记住自己的梦。跟我说，对啊，我是有话跟你说。好，你说啊。你是不是想要跟我说？哎，小玉，别害大家拿不到钱好不好？还是你想说，既然大家兄弟一场，你就别当害群之马吧，是不是？没错，我们是兄弟一场。所以我才要说，不是为了钱
我有什么背叛不背叛？那你要说什么？我觉得你太冲了，冲这么快会受伤的。我太冲了，面对梦想，我还觉得自己脚步太慢了。我没别的意思，只是怕你受伤，怕你的梦想变成梦魇，怕你摔了跤之后就爬不起来了。我都还没开始摔跤，你就先替我防备了。你跟妹妹的个性完全相反呢。妹妹，怎么扯到妹妹了？王子，你太硬了啦，太过保护自己，踏不出第一步，永远都不会有梦想可言的。不过谢谢你那么关心我，其实有兄弟还蛮不赖的。星期六有比赛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到。我会帮你转达的。小佳喂，人跑去哪？是这个家有大到会迷路吗？还有，你不要管我们两个了。丫头，你没事吧？我刚刚跑电视，不知道谁摸了我的腰啦。哪里？一定是你。我，难怪你这么晚来啊！想故意制造不在场证明。不是我啦，我都还没告白，怎么可能想摸摸？告白？哇！没有靠腰啊。靠腰？我是不是阿伟？不会是你们，那会是谁啦？